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十方善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维新圣教学院的专任助理教授袁鑫。维维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七千年，千锤百炼不偏倚。 方有天理传世间。唯心圣教的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推展易经风水学教育的路上，总是以大格局、大气度的视野，带领着所有贤师同修一起向前迈进。历经许多千锤百炼，才有今天的成就。唯心圣教创教四十年，就成立了唯心圣教学院。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第一所专门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教育机构，是身为中华民族儿女我们莫大的殊胜和庄严。在今天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再度邀请到副校长李真梅博士。副校长好，阿弥陀佛。袁心主任好，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副校长，我们现在学院的研究生已经招收到第几届了呢？第三届。是，第三届的人数有多少？啊，目前有三十位研究生。是一般大学的研究生大概是几位呢？一般来说，第一年教育部会给的名额是十五位，那么能够扩充到三十位，而且能够每年满招，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教育学术界里面，很多的师长们都非常的肯定我们维信圣教学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呢，那么贤师同学还这么的这个认真学习，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呃这个感恩跟欢喜的一件事情。是我在这里想要先补充一下，呃，研究所的教育是精英教育，跟我们一般推广班的教育不一样。 一般推广班的学学员、学生大概会有多少？啊、呃，我们目前维新圣教学院在推广教育的这个学员人数，呃，有将近三百位。那常态性的一个学习，那我们整个推广教育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核心的一个主轴的课程，所以跟一般的大学在推广教育的课程里面不太一样。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差异性跟定位点。是。 所以可以说，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课程有分两种系统，一个是研究所的系统，一个是推广教育的系统。 那我们今天要请副校长来跟我们谈的，就是这个研究所的系统。是的，是正式学制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目前只有一个独立的所，就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我们这个所是在民国一百一十年二月一日正式立案之后，在一百一十学年度正式招生。那所以在整个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里面，总共是四十五个学分才能够毕业。 是的，那我们的学员同修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们取得的硕士学位是什么样的？易经学的硕士，这个是整个全中华民国还有全球在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呃呃这个授予的学位里头，唯一也是第一个授予易经学硕士的大学。是。 我记得我呃，我毕业我取得学位是文学的博士学位。副校长，您取得是什么学位？啊、哦，管理的相关的学位。是管理学的学位，但是现在维新圣教学院可以授予的是易经学的硕士学位。是的。是独一无二的。是的。那我们我们的研究生，他们只要具备有这个大学或同等学历，就可以来报考我们研究所。 所以我们的研究生，他们的属性来自于市农工商百业，有人学的是中医，有人学的是财经，有人学的是电机，有人学的是建筑，有人学的是管理，有有人学的是教育。那有些人呃学的就是呃，各行各业都有。那么，所以我们在同学们的一个特性里面，比方说我们的第一届的研究生，十五个里头有五位都是念了第二个。 硕士学位也有艺术硕士来念的。那到了第二学年了之后呢，同样的也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研究生，他们有第二个或第三个硕士学位。那其中也有闲士同修，他已经正在念博士班，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他一样的也是来报考我们的硕士班。到了我们第三届，就是现在九月要入学的同学们。 三十位同学里面有十七位都具有硕士学位，然后其中还有一位也是在念博士班，然后一样也是来念我们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从这个同学们他们的特性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谨遵师傅所开示的“只填不挖”。现在在整个高等教育里头，各个学门其实都非常的专业，各个学校在办学上面也非常的用心。 但是呢，我们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就只重这个重点，就是放在易经风水跟宗教，然后整个是以这个为主要的核心。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学门是完全不抵触，而且是可以呃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呃这个不管是学生或我们的学门上面来讲，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呢，也对于我们在整个。 同学们的学习上面来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呃，袁鑫主任，您还记得呃，我们在第一届的研究生，在您的鼓励之下，我们第一届的研究生有第一年就五位的同学参加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个发表。然而，这个发表里面，我们看了一下整个背后的一个缘由了之后，我们觉得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同学们的一个组成，因为我们的同学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已经有呃这个硕士学位了，那三分之二的同学并没有呃这个呃这个呃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养成，可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学习，他们的互相的共学，所以他们就互相帮忙，所以他们才能够在第一年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个发表。同样的，到第二年也一样，也有同学参加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表，包括到加拿大。 好<是>、哦，还有包括这一次到立陶宛立陶宛等等，<对>那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同学们，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然后所以他们不局限于自己的所学，他们把他们自己原来的专长，电机也好，艺术也好，宗教也好，医学也好，跟易经风水宗教做一个连接，然后因为跨领域的一个结合，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学术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上面来讲，他们的背景不同，但是他们可以共存、共融、共学。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我刚才听副校长的说明，我深深觉得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呢，来他的这个呃，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各个学术领域的同学，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法益，看到研究的曙光，而且可以深入研究。 这也证明我们应用易经研究所并没有限制说你要什么科系毕业的来报考才能够跟上这个课程的脚步，并没有这样子的限制。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老祖师尊的盛世师父毁圆残师呃这样的一个大愿力，我们创办了这样的一个维新圣教学院。那我觉得说呃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 但是他们却可以互相的包容、尊重、理解。那不止领域的不同，他们的年龄差异也非常的大。有呃不到二十、呃，呃不到三十岁的，有三四十岁的，有五六十岁的，也有七十岁的。可是呢，在这个年龄的跨距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还可以共同互相的协助，共同的学习。包括有些同学可能对于资讯化的应用，呃，比较不在行。 那有些同学比较熟悉，有些同学他对于宗教的一个情，这个宗教关怀、宗教实践的养成比较资深，他就可以去协助啊、呃，这个相对的还在学习中的一个同学。所以我觉得整个同学们他们的学习是在一个完全融合、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啊、呃、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教育的真实意是。 所以维新圣教学院提供的，除了我们教师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有学校的学术资源之外，同学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包容、互相成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的，所以我们除了在课堂知识的学习之外，我们在维新圣教学院里面所学习的，还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智慧。是是的，我们有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这个维新道藏。 有两万多卷，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材。可是除了这个教材之外，呃，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整个山川大地。我们最呃最棒的一个教材就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天地宇宙给予我们的整个大自然的环境。所以，我们除了在课堂的学习之外，呃，我们的师长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同学做户外教学。那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的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教科书。是。 刚才副校长有提到维新道藏，维新道藏呢是完整的记录了我们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包含这个山川大地的灵气。我们要怎么去知道这个山川大地的灵气？怎么样去符合大自然这个部分？所以副校长跟我们讲到户外教学的部分。另外，我知道，呃，我们校长、副校长也有带着学生在做读书会。 在读这个维新道藏的内容，我们请副校长给我们介绍。我想，在这个维新道藏的部分呢，我们非常感恩师父呢，在这个四十一年的行道过程当中，一点一滴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是我闻的贤士同修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们就号召了我们的同学来做这个读书会，然后从这个呃呃这个维新道藏当中一卷,一卷一卷一卷的来读。 那可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也会遇到他们有疑惑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法师们就会一起来参与，然后做 Q&A，好，所以也会有一个研讨的部分。那除了这个研讨之外，课程的一个学习之外，那我们也会把同学们带到户外的空间做实地的一个印证。那事实上，其实在我们微信道账里面，师傅也有开示大地风水。 的这些呃，这个影像的记录等等，那可是，在书籍里面阅读之外，我们还会带同学们实地看，那这样子可以让同学们把文字、跟影像、跟亲身的经验三者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是，刚才副校长您有提到说，我们研究生毕业的呃学修的分数是啊四十五个学分，<对>那在这个四十五学分听起来好像负担很大。 但其实我们师傅混元禅师开示，你在四十五学分之内，其实学的还是有限的，的所以，我们校长、副校长安排了这个课后的读书会，来加强我们同学研究生的实力。嗯。 那其实也不止校长跟我，那我们的所长，还有我们的处长，还有新房主任，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同学。那也会常常安排小组的讨论，所以是我们整个呃维新社教学院的全体的老师们都有一个共同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跟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刚才我们李珍梅副校长有跟各位观众介绍，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有出国发表，参加国际研讨会。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参加台湾宗教学会年会的发表。我们去年有六位同学，一共两个 panel，就是两个小组有入选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发表，而且上台去在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场合去做发表。今年也有两位即将在十月的时候来进行发表。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想请副校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嗯，是这样的，我们在维新社教应用意见研究所的这个课程规划里面，也有所谓的这个研究方法的课程跟论文写作的课程。可是，在课堂里面，虽然我们有做这个逻辑思考的训练，也阅读了很多的学术的文章，可是同学们如果能够自己动手写。 然后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然后能够跟所有的这些学术先进一起来讨论，我想这样可以增加自己在整个逻辑思考的一个养成，还有学术的一个呃素养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样的一个呃这个台湾宗教学会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呃这个同学们参加了之后呢，呃那我发现就是说第一届的同学因为他们的参与，让第二届的同学也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呃榜样。 那第一届的同学，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养成了之后，他们对于他们在写作上面来讲，他们信心就增加了。然后同时，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学术的一个呃研讨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可以去观摩其他的宗教团体也好，宗教学术呃这个机构也好，他们在整个学术的一个表现。 那也可以作为我们在学术的一个呃呃这个呃呃思考上面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呃 idea 等等。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借由这个平台，也可以让其他的学术团体能够了解维新圣教，彼此互相的这个切磋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 不仅对于内部的研究生来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效果，对于我们跟外部的学术机构的一个互动来讲，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与对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也希望未来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多多参与，除了台湾宗教学会所举举办的这个年会之外，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也。 能够多加参与，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在学术的一个养成，还有很重要的在宗教的实践上面来讲，应该会更有信心。是，这也是一个增加宗门能见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平常在呃法师啊、呃、讲师在服务信众、大德、信众同修之外，还有我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取得一个 credit，也就是说。 呃，增加这个宗门的可信度和能见度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是的，那么在台湾宗教学会的这个研讨会，因为它的规模也蛮大的，那我就发现说，我们的同学里面，因为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学术平台，其实对于他们在方法论的应用上面来讲，也开拓了一些视野。那比方说，我们有研究生，因为对于呃他自己的正道的经验，那他非常的这个法喜。 可是他怎么样能够把它呈现出来呢？那事实上，在宗教领域里面有很多是做这个叙事研究，那所以同学们也可以借助别人在整个这个叙事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呃这个雏形里面，可以去反思自己在整个正道的过程里面的案例，这是一个。那比方说，呃呃，同学们也有参与所谓这个呃管理类的相关的这个学术研讨会，那也发现说，诶…… 组织变革在管理领域里面是一个呃蛮常被提出来做讨论，也是很多企业在现今诡谲多变的企业环境里面呃经常会去呃这个启动的这个变革管理。那我们的研究生也运用管理的这个组织变革的一个历程来去看我们如何把易经风水宗教融入到整个企业的生命，好、哦、让这个企业的组织的一个发展可以永续发展。 啊，因为他也是一个法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研究生也因为参与了这个学术研讨会，对于这个所谓的量子力学如何运用在宗教上，如何呃用这个易经风水去诠释有关于这个量子力学科学的一个应用，也有很多的一个发想。那我想，在他们整个学术的一个论述上面来讲，也开拓开拓了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视野。那我想这些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希望。 对于这个呃，不断的精进,进学修有兴趣的学士同修，能够报考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我相信大家进到这个宝山来，绝对不虚此行。是维新圣教学院的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提供的课程是全方面的，呃，我们这个月、上个月。 呃，我知道我们校长、副校长还有各位教师有带领我们的研究生进行追根溯源之旅，有到云梦山，还有我们的三祖祠堂、黄帝庙、炎帝殿、蚩尤祠等等祠堂。那请副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趟旅程。嗯 是这样的，就是在二零二一年的二月一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正式立案了。那所以在一百一十学年度正式招生的时候呢，那呃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五千年来的第一所易经大学，也是全世界唯一授予易经学硕士的一个呃学位。那么我们非常庆幸能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里面。 啊，能够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就起了一个感恩之心，我们就起了一个寻根法源，感主恩、和平之旅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第一届的研究生在他们学习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回到我们老祖师尊的出生地，回到我们老祖师尊他的修行的地方，能够来做一个寻根、跟感恩、跟我们这个法源的这样的一个。 呃，这个学习之旅。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同学们学习大地风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之旅。所以呢，在我们校长陈立岳校长的支持，以及我们这次。 共同成型，还包括我们财团法人维新社教功德基金会的社教法人的董事李冲成董事的一个支持之下，然后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跟同学们，第一届、第二届跟第三届的同学，那我们就一起回到云梦山。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行人员总共有四十八位，那另外再加台湾的领队跟大陆的领队，总计五十位，两部游览车啊，回到我们的云梦山。 那么这次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呃国台办这边担心云梦山的一个路况，所以并没有让我们上山。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呃遗憾的一件事情。但纵使这样的遗憾，但是并不减我们师生们对于老祖师尊的感恩之意。 因此，我们就在云梦山的山下，我们就摆了三张桌子，把我们从台湾带来的贡品，还有我们的内心的感动跟感恩，在当下，我们就直接禀天，向我们的老祖师尊啊来感恩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到云梦山，虽然不能够顺利成行，但是我想我们下次可以再去，是还有下一个机会。是的，那另外我们也回到了王禅老祖师尊在春秋战国时代。 出生地在河北省临漳县岩石村啊，老祖师尊的出生地，那也到了这个茅草庵啊、哦。那同学们回到的这个圣地啊、哦，大家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回到了这个我们中华三祖，也就是在这个两千零二年零一年的时候，我们创办人呃浑元禅师号召了我们的台商来共同来建设我们的黄帝殿、蚩尤池跟炎帝庙。那我们所有的同学也一步一脚印跟随着。 呃，校长、董事李崇成董事以及我们所有的法师，我们一起回到这三个我们的这个中华三主的这个组员的部分来做一个祭祀跟感恩。同时，沿途也由我们的法师来做这个大地风水的一个讲学。那么这一次很不一样的就是说，虽然我们人员很多啊，将近五十位。 可是呢，我们在沿途当中呢，同学们随时在学习上有不了解，我们就会形成小组小组。那呃，其他的法师就会小组小组的来去呃，这个协助同学做一个实地的一个了解。那不止如此，我们在这个游览车上，同学们还是一样孜孜不倦的学习，法师们也利用空档的时间啊、呃，也做这个教学的动作。那么在用餐期间，大家还是。 谈的还是我们在学习之旅的一点一滴。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旅程里面，大家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主恩的那种法喜，然后学习的愉悦。是，我想这种感恩的心情，还有激荡的火火花，是非常值得赞叹的。我们今天谢谢副校长，谢谢，谢谢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创办的维新圣教学院。 以养贤蓄才为创效理念，然而培养一个专业的学术人才实在不容易，而且要成为一个结合宗教与学术的专业学术人才，更是需要具备多种人事物条件的配合。所以，维新圣教学院的行政主管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借此机会，在这里感谢各位的辛苦。 同时，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面的学士同修来进到伟新圣教学院来深造，提升您易经、风水、宗教等等的专业学术知识。我们今天谢谢李珍梅副校长，谢谢副校长，感恩阿弥陀佛。我们也祝各位平安、健康、幸福，阿弥陀佛。